朋友们好，先放一个动图，是不是超级震撼？今天我们来讲久违的诗文操导，似乎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总体来说啊，现在韩国、中国和巴西的研究人员都宣布发现了诗文操导，韩国的还是 LK99， 说是有改动，但没有提出什么更多的新东西。他们那一步据说也完全乱套了。中国有多个团队做出了新的材料，并在 Archive 上提交了论文。最震撼的就是这个刚出来的完全悬空倒悬浮的动图，视频还没有发出来，一位教授认为已经可以杀死比赛了，意思就是诗文操导基本已经实锤了吧。巴西的是首次热解石墨，发现了线性缺陷诱导的大于 300K 的全局操导性，并提出了理论模型，也适用于其他的层状材料，可以寻找更高温的操导体。下面我就简单的梳理一下所谓诗文操导这几个月来的进展和最新情况。韩国 LK99 诗文操导去年七月横空出世，在网上掀起半个多月的热潮后，最终偃旗息鼓，无疾而终。主流科学界认为 LK99 单晶是透明的绝缘体，根本不可能操导，所谓电阻陡降是硫化亚铜作祟，半悬浮是铜掺杂导致的复杂磁性。但韩国团队依然我行我素，修修补补，坚称诗文操导存在，并一直在推进商业化，但团队据说已经四分五裂了。虽然全球主流学界几乎不再有任何声音，尤其是欧美似乎完全不闻不问了，但在热潮中崛起的几位中国民间炼丹高手却逐渐获得中科院、北科大、华南理工等机构老师的支持和指导，开始转向正规战场，相继炼出了多个类似 LK99 的半悬浮或疑似全悬浮样品。虽然采用的是不同方法，测试也是在不同的实验室，但得到的结果却高度统一。之后他们联合在 Archive 上发表论文，明确在 250K 下检测到了超导典型的磁滞回线，认为在室温下可能存在麦斯纳效应， 300K 以上仍然有很大的机会观察到室温超导性。只是样品中信号还非常弱，需进一步合成更多样品继续验证。然后就是今天刚看到的一个动图，中国区炼丹指导的主力华南理工大学一位教授发出来的，非常明确的悬空倒悬浮样品，认为已经可以杀死比赛了，我想应该就是诗文操导实锤的意思吧。从视频上你也可以看出，似乎完全的钉扎了，如果这都还不是操导，那确实就很难找到其他解释了。那么你很自然就会想到，去年八月初 LK99 热潮刚出来时，北京科技大学侯晓明发的那个视频也是清晰的全悬浮，但他很快就删除视频，并发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道歉贴，很多人感觉后面还有故事，不知道未来会不会还有什么后续。巴西的论文最新却又最早，发表在德国知名出版商 Wiley 的先进量子技术上，作者是巴西圣保罗坎皮纳斯州立大学物理学教授、凝聚态物理学博士雅科夫·科佩列维奇，他也是巴西国家科委顾问委员。通讯作者是瓦莱里·维诺库尔，凝聚态物理学家，美国物理学会院士，曾长期担任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的高级科学家。2021年1月，维诺库尔开始担任瑞士量子技术公司 Terra Quantum 的美国公司首席技术官。论文标题是石墨中的全局室温超导体，这篇论文实际比 LK99 更早，2022年8月1日就投稿到了 Archive，2023年7月19日投到正刊，12月31日才刊发出来，这两天才引起关注，是不是感觉有点奇怪？这半年居然都没人把它扒出来，至少从数据上来看，它似乎比 LK99 更好看。如果这篇论文被验证，估计又会传出一段佳话。石墨，没错，他们这次仍然是手撕石墨，使用透明胶带来剥离高定向热解石墨，在表面形成的近平行线性缺陷上发现了 300K 下的全局室温超导现象。维诺库尔说，这种线性缺陷类似于一种滑轮，在里面形成了库珀队，为超导提供了温床。
具体来说啊，他们用11根间距 0.2 毫米的银电极测量了表面电阻，在室温下观察到了零电阻，这是超导现象的一个明显标志。局部和非局部测量结果一致，表明关键电流与正常态电阻之间的关系具有普适性。在磁性测量中，他们在 300K 下测到了超导性 MH 磁滞回线数据，和强二型超导体铜氧化物超导体极为相似。超导屏蔽效应及临界电流随温度的震荡都与理论预期相吻合，从而强烈支持室温超导的存在。那么这种超导性是如何产生的呢？研究人员认为啊，层状材料中的线性缺陷会导致强烈的应变波动，这种波动会在局部区域内促使电子配对形成一种特殊的状态，他们称之为凝聚态液滴，然后在整个平面上形成类似约瑟夫升结阵列的结构。所谓约瑟夫升结阵列是一种由许多超导体组成的网络，这些超导体之间通过隧道效应相互连接。朋友们可能还记得前段时间 IBM 推出的量子芯片超导量子比特就是由约瑟夫升结制成的，两个超导体中间夹一个绝缘薄层，形成类似于三明治的结构，通过这些隧道连接，凝聚态液滴之间就可以形成全局的超导性，也就是说啊，整个材料都可以表现出超导性。如果这些凝聚态液滴足够小，那么这种超导性可以在相当高的温度下出现，也就是所谓的室温超导。注意，这里说的并不只是石墨，研究人员认为这个理论模型适用于层状材料，可以指导人们到哪里去找更多的室温超导材料。那么现在韩国那边还在不遗余力的把 LK99 或者说改进后的类似材料商业化，中国的团队似乎也板上钉钉发现了室温超导，现在巴西的科学家又发现了层状材料线性缺陷可能导致室温超导的机制，那么室温超导是不是真的要呼之而出了呢？这个恐怕还很难说，目前发现的所谓室温超导体都还在微小尺寸上，拿来做测试都非常困难，各种数据也无法完全排除其他的可能性，样本也基本是孤立的，理论也似是而非，很难说服人，尤其是科学界，所以到现在都还是民间讨论的火热，业界却基本没有任何声音。但无论如何，室温超导都是科学家们追求的终极梦想，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急迫需要的，所以如果哪一天，哪怕就是明天，室温超导体就真正的毫无疑义的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也不必感到惊讶，因为它早就该来了。